本日上午7:00哦，本辖中山路发生 A2 肇逃车祸。那警方获报以后，旋即针对涉案车辆来追查。在中午12:00，在红柴林营区旁产业道路发现疑似涉案车辆，旋即哦上前盘查。那在接近涉案车辆时，发现临近树林有疑似犯嫌上吊尸体。那经前往查看，确信为今天本日上午的肇事犯嫌，那立即通报本局鉴识科前往现场勘查。